今年嘉义县政府为了推广 5G 数位应用，结合新港洪天宫的妈祖以及虎爷意象，结合实景游戏，让大家透过虎爷的带领，做伙来认识新港洪天宫，了解新港的宗教文化。今年是大家妈到新港洪天宫绕境进香的第37年，除了设立超过40个公餐点以外，今年也甲嘉义县政府做伙推广 5G 数位应用。透过实景游戏，让民众有机会甲洪天宫的妈祖以及虎爷做伙来互动。我感觉这真好，因为咱一寡过去拜神呢，大家拢较聚会，啊，所以吼，拢较无了解这，即卖用这 AR 符吼，这少年的吼，大家看到安尼，最爱来拜这个 AR 符的，啊，符的就是讲，人讲虎爷虎爷，哦，拜了的，吼，恁是真好爷。啊，护护卫哦，或者大家保庇恁，大家身体健康。护卫就是咱的财神爷，财神爷护卫。今年为着迎接大家妈进香团的到来，新港乡各界嘛拢以办喜事的心情来接待即将到来的信众，希望伫这场盛大的宗教盛会，会当予人感受到新港乡的人情味，嘛希望会当保庇台湾国泰民安。最新新闻内角新港乡彩虹报道，在家吃喝玩乐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一起加入我们吧。